喂，大家好，欢迎大家伙继续收看这一期这个呆呆 BNP 给大家伙带来的这期打猎的这个实况，是吧？就是咱们一边打一边跟大家伙说吧，是吧？这不也是说这个新出了这个图了吗？是一个 DLC， 这叫这个阴岭峰，是吧？位于落基山这个，现在美洲大陆不是北美洲大陆，现在已经有三张图了，阿拉斯加是吧？湖区是吧？这个湖区。应该都是老美他们这西雅图那地儿那是吧？这阴岭峰这落基山那地儿是吧？大概都是这个图是吧？一出这个图的时候啊，给我那感觉啊，这个他们这公司啊，都出这个游戏这个公司啊，他跟老毛子不一样，老毛子是绝对不听取玩家意见的，你知道不？你爱他妈咋骂我咋骂我，我他妈都不听，都相当于这种是吧？但是这个游戏公司是老美他们家的，有一个叫这个雪崩吧，这个游戏公司是吧？他是真他娘的听这个玩家的反馈，是这意思吧？在以往这个游戏推出的时候，还是2017年的那个时代呢，是吧？那个时代的时候，这个游戏里边，一直到这么多年了，始终也是啊，这个半火不火，在打猎性游戏里边算是很火了啊，实际上已经是吧？但是你要跟普通游戏比还是不火，你知道吧？大概其都是这个意思，你知道吧？所以这个雪崩公司都非常喜欢听取这个玩家的意见，你知道吧？为啥过去不火？都是长期有的玩家在 Steam 上评论啊，这个游戏都是这个打这个走路模拟器，是这意思不？这个走路不打猎一分钟是吧？走路三小时都相当于这种，你知道不？人家那游戏公司老板一听扎心了是吧？人特意的推出了这个阴岭峰这个地图是吧？这个地图是这意思不？你呀、啊，要是说还是说打不着猎的话啊，你都可以说选择啥？你都可以说你要是住楼房的，你可以把窗户打开，直接从楼房跳下去就可以了，都没有必要。没有活着的意义了，你明白？都已经没人，都是这个雪崩公司啊，都是为啥过去很多玩家反应打不着猎？第一，因为猎物密度不够，你知道都是有点少猎物，说白了都是吧？还有一点是啥？都是因为这个啥东西的？这个还有一点都是因为这个，像欧洲那些图啊，包括非洲有的那些啊，不是非洲有些图吧，尤其是欧洲那个图啊，它有一个问题都是说。草木比较密集，视野不够开阔，对吧？虽然有，但是你看不着，是吧？容易导致这种问题，对吧？这回我跟你说，这个介于玩家反的这些问题，雪崩公司跟玩家彻底翻脸，你知道吗？直接一步到位，彻底翻脸，你明白吗？这个图号称啥？这个图号称是对新手最友好的图了。这个图它只是一种伪装，是落基山脉，你知道吗？实际上是啥？实际上是美国最大的联合肉制品加工厂，你懂啥意思不？这都是一个养殖场，你明白不？这他娘的这个动物这个密度啊，是吧？还有很多玩家问我，呆呆呀，新出这个 DLC 你评测一下吧，都这张图，上哪儿打呀？上哪儿打呀？是吧？哪猎物多呀？我都跟你这样说吧，你玩这图，你到哪儿都能打着猎，不是也不是说到哪儿啊。凡是有湖的地方都有，你妈都你看这根湖了吗？都这个湖，这个湖，这个湖，这只要是有湖的地方，通通都有猎物。那这时候又有个小伙伴给问了，那呆呆呀，你像那有的动物不有作息时间表吗？是吧？那是应该哪个点过来打猎物呢？是吧？啊，这个图没有作息时间表啊，哪个点动物都非常多，你知道不？这个晚上我没试过，晚上我没试过，是吧？而且这个图对新手还友好的一点是啥？这个图没有狼，你不存在说是。结果打个猎玩标了是吧？一下子让狼给叼去了是吧？还不存在这个问题对吧？这个图绝对是他娘的社爆，都大概其实相当是这个意思。你这密度极大，视野极开阔。另外这个图啊，并不适合说让你玩散弹枪啊，也不适合你玩弓箭手枪，因为它这个图啊，这你跟猎物交战的距离啊，它相对来讲是比较远的那种，你知道不？所以说最好是用步枪，你知道，手持一把步枪是吧？你就他娘的射爆那种感觉，你知道吧？那中，咱们先介绍一下这个图里边的现在有的那些动物吧，是吧？咋看这里边的动物？让我看一眼啊，野生动物，它是加了很多种野生动物，它在这个北美野山羊，你知道不？四级的，对吧？你可以用啊。对，说白了都是7毫米啊，3006啊，这个级别以上都完全可以打它了，是吧？另外呢，也不是腿硬，是吧？但是这个动物啊，它是这个没有这个叫啥的，对应它的这个仿生哨，你懂啥意思不？都说你不可以引它，你可以打它，都是这种。至于它的生活习性啊，人家这边都有介绍，我都不念了，你可以自个儿上这儿来这个那个自个儿看，是吧？还有这个叉角羚也是四级的，是吧？还有这个
大脚仰也是四级的，这三种啊都没有它那个对应的那叫什么玩意儿的，你叫啥东西的，那个叫这个反射哨，你知道对应的反射哨，明白不？什么山羊，还有啥？我看这个图还有啥动物啊？还有都是这个火鸡，火鸡是有反射哨，而且呢也有它这个道具的，你知道？但是我一般不用道具，我一般喜欢玩走猎，我都不用它这道具，都是遇着了我都吹，你知道？都相当于这种。还有都是说这个，哎，那哪？美洲平原野牛，你知道不？这个美洲平原野牛啊，它跟那欧洲老牛不一样。你们常去玩欧洲徒步的欧洲老牛吗？那欧洲老牛啊，跟这个美洲平原野牛啊，实际上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动物，你明白吧？是一种动物。原本呢，这个美洲那儿不是欧洲那儿，它那个野牛都已经被猎杀干了，你知道吧？后来呀，是这个后来重视环保了之后，是这个欧洲人呢从那个老美那儿又引进的，重新发出，说白了是一种动物，你知道吧？但是在欧洲那儿打欧洲老牛的话，你不能啊半天看一个，你知道吧？你到美洲来才让你感受到啥叫肉联厂，你懂啥意思？全是，你知道吧？我的妈不见了，这密度我跟你说。还有美洲狮，它这美洲狮是跟南美那张图是一样的，明白吧？有还有美洲黑熊，这美洲黑熊是跟那个叫啥哪个图的莱顿湖区里边的是一样的，明白吗？这几种动物都是说在其他图里也有的。还有都是这个落基山马鹿，是吧？这落基山马鹿实际上是个换皮动物，它原本跟罗斯福马鹿都是一种动物，好像都是在这个马鹿界，他们这个包括欧洲的赤鹿跟这个罗斯福啊，跟什么落基山马鹿，他们都属于一个品，不是那动物分类嘛，叫讲的纲目科属种嘛，他们原本的属于一种动物，只不过是这落基山马鹿跟这个罗斯福马鹿更接近，你知道不？因为它罗斯福马鹿跟落基山马鹿应该都属于加拿大马鹿系，你说应该都属于这个。这两种它是有反射哨的啊，这像我现在我说的都是有反射哨的，是吧？我看还有啥别的吗？还有这个罗鹿，这罗鹿也是跟南美那个一样的，南美那个图里也有，竟然野生动物都没了。那咱们给大伙搭配一下这个武器吧，是吧？你看打猎嘛，是吧？搭配武器吧，对，那你哎。咋不显示啊？这个狩猎斧，这个狩猎斧啊，你要是说想玩现代狩猎的，你都可以传这个，是吧？或者是传这个，是吧？或者是传这个，是吧？你要是玩啊牛媳妇牛崽子，是吧？你可以啊搞这个，你知道吗？你要是啊想玩那种啊史前一万年的，你可以搞这个，你明白吗？史前一万年的那种的，对吧？这是三种不同的这个狩猎风格，对吧？咱们既然是说，就是想给大伙介绍现代狩猎吧，那咱们先从现代的开始玩，先把这枪都取了。这一开始我在欧洲图玩的，我没把这玩意都去掉。哎，又卡了。真他妈坑啊！咱先按枪上来搭配啊，是吧？枪来搭配啊，我推荐的话都是全程都是你都使步枪都行了，不管是火鸡啊还是啥，你推下到火鸡，上到野牛，通步枪，你知道吧？这个图给我感觉不适合手枪跟喷子，也不适合弓箭，你知道吧？回头我再慢慢跟你说这个，为啥不适合？咱先拿一把。这个它的七毫米舍政网是吧？再拿一把338吧，338，七毫米是吧？然后再来一把这个兔子枪.22，基本都差不多了。你都用这三种枪，基本都差不多了。我这三种枪是现代狩猎风格，你知道吧？那这时候又有笑话不该说了。那我想玩袭步，我想玩掏金，我想玩袭进。我想玩牛仔，那该咋办呢？那你可以用这枪啊，是吧？你可以用那个大地这个是吧？这.50那个是吧？你还可以用这个，这不行啊，这个差点意思。.4570杠杆，你知道吧？你还可以用这个叫啥玩意儿的？这个你知道杠杆喷子米勒1891，你知道吧？这都很西部，这都很牛仔，你明白吗？这是又是一种风格啊，是吧？当然啊。这种牛仔式的狩猎风格，实际上你的实际效果来讲是没有我这个现代风格好的。但是为啥有时候玩这游戏，它不是个竞技游戏，你明白不？你明白啥意思吗？它你玩的是那种游戏的代入感。你要真玩这游戏，只是这个画面，你知道不？那个音效，那个代入感，你明白吗？你要再加上这个游戏现在这 DLC 里给的这把弓，
你要是只带着一把弓的话，别的什么都不带，只带着一把弓的话，穿一个身这个皮草是这意思吧？打猎去，你还可以体验一下史前一万年的那种玩法，明白吗？这当然这又是一种玩法了，对吧？这不一样啊，就咱们先讲现代吧，先这个咱都按现代这个搭配，是吧？先按现代的搭配，这个三把枪拿上了，然后子弹，点二，338。我为啥用338没用点三百呢？是因为点三百子弹没那么多了，338还有很多，都是因为这个。7毫米的338的点二的瞄准镜，上一个8倍镜，引诱的，这个得要，这是诱裸露用的，这是管胸的。这俩是管火机的，这是管落基山马路的。等下这个火机的这个道具，这是可以查地下的啊。这火机的道具，刚我感觉用处不大。那火机的道具，它是因为啥呢？因为那个火机它不像大雁，你要打大雁的话，你还真得要，对吧？但是你用火机的话，实际上未必有没有都行。给我那感觉，都是说你广锤哨的话。他也赖，你知道吧？他这个玩意儿都是这样，所以意义不是很大，你明白吗？咱把这瞄准镜装上，引诱，这咱们一会儿都可以开始打了，这一会儿都可以开始打了。这个图基本上是现在我见过的啊，所有的地图里边啊，应该是说对这个新手是吧，这个最友好的了是吧？这时间也都随便一挑，我早上几点是吧？这个其实你也可以6点、5点啥的都你都起来打，也没人管你，这都可以啊。这个图给我的感觉自由度是属于那种特别大的那种，明白吗？这个都特别大那种，一会儿咱们再跟你大伙说，为啥这图给我感觉不适合那种短射程的，你往喷子呀、弓箭，是因为啥啊？一是因为啊，这个图视野它本身呢，相对于来讲啊，它都比较开阔，你明白不？再因为啥啊？你要是真玩这游戏的，你讲究玩弓箭群突的那种的，对吧？你要是喜欢这样玩游戏的，你会感觉一个问题啊，都是说现在这个老美他出的这个。最近这几个 DLC 吧，这个新地图里来讲啊，给我感觉对于包括它这个极致的更新上来讲，给我的感觉对于那种啊玩群突的、玩什么的那个叫啥玩意儿的，玩那个叫啥玩意儿的弓箭的那个，越来越这个不友好，你明白吧？你把以这个图为例，还以上一个图都是那西班牙那个图为例，西班牙是那几种山羊都没有哨子是吧？这次也是很多动物都没有哨子，大伙知道，你要玩群突啊。这个游戏里边的弓箭呢，它不是说弓箭有多牛逼，你知道吧？是那哨子很牛逼，你明白吗？第一，现在有很多这个里边的物种它没有哨子，还有都是啥呀？都是有哨子，现在这个哨子的效果，照以前那种哨子比，也是说这个差非常多，你明白吗？你玩弓箭呢，想打着猎，基本都哪几招都是这个，谎言，你知道吧？与这个隐瞒，你知道，基本都是这样。你自个儿找个草壳，我可能这样给你解释，你可能感觉有点抽象啊。啥叫谎言与隐瞒？你知道吗？啥叫隐瞒啊？都是不告诉你，你知道吧？都是让我找个草壳往里一趴，对吧？你不知道我在这儿，你懂吗？这我都叫隐瞒，你明白不？啥叫谎言呢？谎言的意思都是啊，告诉你是假的，你妈这儿明明没有萌妹子，我非得锤哨告诉你这儿有萌妹子，你懂他意思吗？这都叫欺骗，你知道吧？所以说你玩弓箭呢，你必须得啊，这个谎言那个与隐瞒，你知道这两样能力要是没有，弓箭基本都已经废一半了，你懂吗？基本都废一半。刚我看这儿有一个野鸡啊，不是，这有一个火鸡。我看那脚印上显示是有啊，咱不管它了，接着往前走。咱肉眼看不到那火鸡，等到我你要玩步枪，尤其你们要是像新手，你们在打猎的时候，我擦着扇子看这个，
你们要是玩新手是吧？你在这个打猎的时候，实际上你更能感觉到一个问题，都是啥、啊？都是说步枪，实际上对于你们来讲是更实用的一种东西，因为上手难度极低嘛，是吧？刚才我那个瞄的位置都是瞄着他单肺，已经倒了，已经倒了。死这儿了。我感觉这个游戏里边的老秃都是那个那叫啥秃着，那个叫什么山着，那个不是莱顿湖区，一个莱顿湖区啊，还有欧洲那个秃啊，那种特别老的秃，给我的感觉反倒是比较适合说是你玩你刷刷弓箭玩，你知道刷刷弓箭，但是这个秃实际上够呛刷弓箭。不好使，也不是说不能耍，是不好使。它关键问题是不好使，包括你玩喷子也一样，也是这个问题。倒是相对，你看我打火机我都不用喷子，现在打火机我都用那个小口径步枪，是吗？点二的那个，像这个游戏小口径步枪这样来讲啊，比较单调。只有一把点二口径的这个小口径步枪，实际上现在老美他们家比较高端的打猎的那种的小型打猎，打小型猎物的那种啊，它有一种点一七口径的步枪，你知道吗？点一七口径，那个据说效果特别好。点一七啥概念啊？它的子弹都有点类似于你们常听看的这种什么 MP 七，你懂吗？大概其哎，都跟这种玩意儿差不多，也差不多概念，你知道吗？我们这看一眼，操，这有东西。都这儿都有东西、啊、那看一下远处有，咱看一下远处有啥好点的东西。一头熊，野牛，都是牛根胸啊。都没有啥正八本点的东西了吗？这还有一头胸，这个胸还没有边。没有边就算了。呼呼。呼呼。这牛完了，哎，不行了，操你妈，不行了，你说这牛死冤不冤？他也是吃饱撑的，你说非得顶我来干啥？直接单肺速杀了给，哎，哎，其实我玩这游戏啊，有时候玩多了也不想一天没完没了打牛玩。这天亮是不是打多了？这枪应该是打中要害了。哦，不行，他，我左胸出血，这个那个四级的老牛啊，那弄不好给咱黄金，你知道那个弄不好给咱黄金。关键我想给大伙展示一下多种猎物，你别鸡巴打我脸嘛！我刚说完，这都是养殖场是吧？养殖场它也是混合大型是吧？这个兽类这个养殖场是吧？那个各种兽类应该是吧？你看不能全是老，我的妈，这你一头的老牛，哎呦我的天哪，全是老牛，而且级别没太高的。
有俩嘛是公的是吧？俩嘛是公的，这熊也是母的，这贵贱我都不理他。另外，我玩这游戏，我喜欢那种像现在这样的走猎这种的、休闲猎这种的，我不太喜欢那种啊，都是往到处插的都是帐篷，然后几哪传送着，没完没了，定点清除那种的，那种打法，那种打法我先累得很，有时候玩太专业了，你知道吗？就说白了都太专业了，有点。我还是喜欢这样更休闲点吧。另外啊，你要是说你是个新手是吧？你是个新手啊，你没有点338那个枪咋办是吧？你没有点338枪，你可以买 DLC， 买那叫啥玩意儿啊？买那个叫那叫啥东西呢？那个叫，想想啊，那个叫阿拉斯加那个图。你要是有了阿拉斯加那个图以后啊，它都自带一把呀，300，那300那把枪威力完全也不输给338，对吧？你看黄金。而且呢，300那个枪还比338那个枪轻，而且呢，300那把枪也比这个叫啥东西呢？也比那个这个338这个枪是吧？精度要高，弹速要快，你知道吗？弹速要更高。这堆老牛我都懒得打，你知道吗？太多，太猛。而且我发现这游戏还有一种打法，你要想专指打火机的话，你可以啊开车打车猎，我知道你们懂不懂啥意思，还可以玩车猎，你懂不？你开个车沿着可能有火鸡的地方吧，你都来回那么跑，这个火鸡都害怕呀，害怕都飞。但是火鸡的这个图它不像说是那个欧洲那图里边的大雁，你知道一飞都飞挺老远，都飞没了，都飞没影了，你懂不？这个图里边的火鸡啊，它是啥呢？它是那种它飞一会儿，它还停完，你都可以拿车追近着点，然后拿大盆子打，你知道吗？这当然这又是一种打法，那是车猎，你知道吗？刚好咱们听声音，山的那边都有火鸡。火鸡有时候一旦受惊了，它都是说它都飞起来。它不是说一受惊了，叭躺着就开始下蛋，它不是那个，它是飞起来。哎，你看这有一堆罗斯福。哎，刚我听脚步前是不是那火鸡呀？但是这罗斯福看着也不赖，也想打呀。我这狗熊七级的也可以哦，都挺好。这七级的狗熊应该，你要打死它，也应该是那个叫啥东西这？应该也属于黄金了。这七级的狗熊应该也是黄金。这你看这个图，咱们都随便瞎玩是吧？都往那一跑，都全是动物。你知道这多少？山坡那跑着一堆这个，刚才还听着火鸡的叫唤。刚才还找了一个火鸡的这个叫啥区着？生活区是吧？那一会儿咱们试试，在这儿是不是能吹吹哨把它吹回来的时候，有可能试试。这也是视野挺好。先把罗斯福尸舔了。黄金，试试啊！不一定他能来，给我感觉。
我玩这个游戏啊，还打着过一个，钻石级的火鸡呢，我还打着过。另外啊，关于这个游戏这个动物分布图啊，因为我也看过，我上期画展也看过，百度贴吧的嘛，贴吧里有一人做出来过。我赶明儿在咱们这个哔哩哔哩的动态里，我把那张图给你们发一下。啊，有火鸡过来了。你看刚才咱们那打枪。那一枪打下去是吧？我只打那个攻的那个四级的那个黄金的那个罗斯福马鹿，对吧？然后打死完了那帮母的那罗斯福马鹿不都跑了吗？但是跑了也没用，我估计，因为他今儿晚上也不会再有幸福了，对吧？他大概其实都是这道理哈。看不着，看不着，拉倒，这老是等着没劲，你知道吗？这玩游戏没劲。有时候你要是有人喜欢那种玩老阴逼的那，过去我也玩老阴逼，因为那阵我爱玩弓箭呢，你知道吗？玩弓箭那阵我也长期玩那种啊，老阴逼那种。我有时候为了追一个动物，那我能追半个小时那种的，是吧？但是这回给大伙儿这录播一下嘛，是吧？都不玩了，都大简单给大伙儿介绍一下这个图嘛，是吧？刚才好像又听着有火鸡叫声，但是永远是啊，只闻其声，不见其鸡，是吧？那这也是没有任何办法，是吧？唉，这个游戏啊，它都是说特别适合让你平时啊玩窝窝屎啊，你比方你今儿晚上玩窝窝屎。玩的呀，都是说这个人都不行了啊，这个人这个咋都不想活了，已经玩到这个程度了，是吧？你可以啊，把玩玩屎一下子关了，是吧？你们家电脑要是比较好的情况下啊，是吧？这个画质最好，然后呢，音质也是最好，等等的，都是瞬间给你的感觉特别享受那种的，你知道，都是这。而且这个游戏里边，我感觉它那个配的那音乐也特别的那种的好，你知道吗？特别比音乐也好。咱慢点走。嗯。另外，我玩这游戏基本上，它是它这游戏里，你每新出一张图，它那个图里不都有什么这个任务、那个任务、什么主线的、直线的嘛，是吧？那玩意儿我基本也不，我也不太爱做那玩意儿，没用。偶尔啊，实在闲的没事干的时候，可能做一做，你知道。你都是说。你玩这个图，你只要是枪好的话，你可以说是把这时钟调上早上6、7点以后，你都可以挨着个的这些户，挨个搜索都可以，你知道，挨个搜索。你看这个户里都没有事儿，好像没有啥，咱可以去别的户。咱搜已经玩俩户了吧？这个户这个图都去过了是吧？那咱们一会儿去这几个户吧，是吧？去这几个户。先喷点这个，
哎，你看这儿都有火鸡，这儿都有火鸡。我这还好多。这是罗路的居住区，后半夜12点到早去5点，300多米太远了。你看母熊我都直接无视。这俩火鸡应该是黄金的。这老逼又在我这嘚瑟了。这一头野牛。咱们再看一下这个湖，哎呀，哎，这儿也有火鸡。这应该也是黄金级的。这个游戏现在有限制了，好像是都是说，你叫啥东西着？你这个叫望远镜，这个视野超过200米以外的动物，它都不给你显示。你说这多缺德！我跟你说，为啥咱拿小口径步枪？哎。这枪咋切不出来了？哎，枪！你妹呀！我这，哈哈，妈蛋！枪呢？我操！眼看猎物都在对面，太尴尬了啊！你这叫啥玩意儿啊？你让我玩不让我玩啊？多坑爹呀！多尴尬呀！我说哥呀，是有点。哎。哦，只允许看啊，不允许打，是吧？连望镜，我看清楚点，把望镜给我调出来也中了。我操，服了！咱等会儿吧，这段回头咱掐了别播啊。哥。哥，我他妈刚吹完了，我他妈要有小口径不行啊！我操你大爷！是不是啥玩意儿卡住了？你看这动物都没事啊，到我这儿他妈有事儿，合着。动物的反应都正常。
只能靠我俩手。哎，好了好了好了，我操你妈！真你妈，那鸡还在那儿呢吗？哎，还可以啊，还给我点面子，给我点面子，给我点。这是因为啥？咱们你看，200多米以外的距离啊，咱这儿打他啊，咱都卡在一个200米左右。这儿他对于咱们这个千星的这件事儿，他是不做出反应的，就是他看不着。以他那二逼一样的视力，只能看到这么远。那个射距调成150最远了，听，倒，哎，你要是玩喷子，你要是玩喷子啊，还想打这个火鸡，你都得要前行到啊40米的距离去了，对吧？不是40米，都是这个别超过多远的。哎，这一堆这哪个？哎，这个级别高啊。那太远了吧，340米了都，这俩都不行。这个级别最高，摄政王吗？300米。没打中啊。这超远距离还打不中，太远了，不打，就浪费子弹，咱把那火鸡那石舔了得了。你看这个图，它都是这样。其实这个图一点都不难。这个图的动物，你咋说？那超多，你知道吗？超多。你都是不管你在啥哪个点，哎呀，不管你是说这个鸡巴的，你是在哪个湖啊，基本上都有动物，你知道吗？哪个湖都没有说让你空手来的，你知道吗？基本上你打半天没打着，这基本不大可能，是吧？不大可能。哎呀。黄金火鸡，这还不破罗路，白给我都不要。因为咱刚看那这个位置不还有点火鸡吗？说能给他打路。你要是想拿喷子啊打火鸡的话，你都必须得有那个，你都必须得用那仿生哨了，因为你得把它锤过来，你知道吗？你要不锤过来的话，你基本打不着。你要想用潜行的方式尾行到火鸡后边啊，那么70米以内是吧？实际上是有难度的。X90，咱是的，这个距离吹有用。好像有点反应似的。
这个火鸡哨好像是500米的这个范围，给我那感觉，500米，他说。哎，有个蛋反应，根本也没有。我操，这他妈打这么远的有点难。哎，打中了，我操！哎，两只都打中，三只都打中，我操！我300米打中了，大伙儿看我这枪扬多高吗？是吧？这个弹道，它那个下坠这量我堵的，这也是这个蒙的。说一开始你要正规打，那300、150米校准，都已经抬到这儿了。这都已经有点类似于这个玩那十字弩那个打法了，都已经。哇，太能蒙了，是吧？太能蒙了。要咋说呢？在这游戏里玩这个图，也不是这个图，现在所有图里边，给我感觉最吃香的、最好用的。都是步枪，你知道，别的都差意思，你知道，别的都差意思。你像过去那种的弓箭群突那种的，过去给我感觉挺牛逼，现在也没过去那么牛逼了。因为啥？你现在那个仿生哨给改的啊，没有过去那么好用了。其实都是，这还有野牛，你看这动这个图动物够多不？这一会儿那么嗨，可以打这火鸡，这火鸡不少。我知不知道你们吃没吃过火鸡，反正我还吃过火鸡。一会儿咱爬到那儿再锤一下哨，咱先别舔食就是了。咱听叫声这儿，还肯定还有别的火鸡呢。操，吓跑了！哎。吓跑了，他都这么近干啥？哎，这儿有一个，操你妈！追过去的。哎呀，操！黄金，大爷！哎，这一枪也没死，哎，死了！黄金，哎，这也是黄金，279米。这个，这也是黄金，这是28米。啊，这嗨一个，这嗨一个，这，哎，这是啥？操你大！哎，哦，哎，打中要害了，应该。哎，咋掉血这么慢呢？不至于吧？七级的野熊，这个基本上也应该是给我一黄金呢，而且还是公的，看这意思。基本上打到这儿，大伙儿给我那感觉，基本也看明白这个图咋玩了吧？哈，你看这母的，它只有那公的一半大，母的是4.49公斤，有的那个你要是打出钻石的那种公的，都是10公斤还多。快把这个聚合物的弹上了，0.338。嗯，这是他的血，
他应该流失血量中，他怎么流血不是很快？现在总体来讲，给我的感觉338这枪没有点300耗时。这个游戏里边啊，这个，没打中要害，哎，白瞎了。这个游戏里边给我感觉啊，你打大型动物最好用的枪都是点300马格南，你知道不？这时候又有小伙伴来问了，那呆呆呀，这游戏里围的最大的不有一个点470金恩吗？是吧？那个枪不是打妞的话不是更好使吗？我都跟你这样说吧，那个枪纯属都是骗二逼用的，你知道，都是骗二逼使的，你知道吗？你要相信呢，那个枪它比较好使，是这意思吧？这都证明啊，你那个智力啊，你咋说？你玩这种游戏有点困难，你说话都有点困难，有点难啊，有点难，保不齐够呛，对那意思。再标记一下，我一会儿再把这个壶打完了，其实咱们都暂时都先到这儿，是吧？现在都多少分钟了？我没看啊，我没看，我这期视频都该几分钟了？都快，太长了，受不了，太长他该不让你穿了。B 站现在有限制，好像是单个视频不能超过多大，我忘了。噔噔噔噔噔噔。另外啊，你们玩这游戏的时候，我强烈推荐你们啊，要是比较认真点的玩，你可以带个耳麦。啥外音也不放，那么玩儿，你知道吗？对，身临其境，你知道吧？另外，听动物的脚步声也更好听点儿，是吧？你要是想那种纯休闲式的玩意儿，你也可以啊，放点背景音乐啥的，你知道吧？放点你爱听的那歌啥的，那乱七八糟的，是吧？也可以。啊，这个游戏给我的感觉都是说没那么多讲究。实际上，我长期说这个游戏鸡巴的休闲是这意思吧？大伙儿没发现很多玩无鼠屎的玩家让我忽悠着玩这个来，他感觉玩得更累，还不如那休闲。这无鼠屎实际上是那是真正的休闲玩，那不是那是真正的休闲游戏，你知道吗？无鼠屎你家你开个雷神对吧？也不需要这个，还找猎物也不需要对吧？有人给你送对吧？炮术呢也都是那么，其实炮术用不了几把都学会了，也都那点东西，对吧？然后呢也不用脑子，对吧？脑子也完全可以扔了，对吧？你都看人都怎么洗都完事儿了，对吧？然后呢那场均20多万，长期是这个。那实际上我感觉，而且呢那个也不用啥听脚步响啊、听声辨位啊都不需要，是这意思吧？也不需要研究这个敌人的这个叫啥玩意儿的，这个第一川的这生活习性，那也没有，是这意思吧？我感觉那才是真正的休，那是真休闲，你知道吗？只是因为啥？只是因为啊，都是这个无鼠屎的游戏。现在有时候你玩着玩着，你他生气，你知道吗？这游戏你再咋玩，你不至于生气，你明白不？他不会有人气你，你懂了不？等无鼠屎不一样，无鼠屎经常有一种啥情况，都让你玩着玩着，你自个儿都不想玩了，你知道吗？你自个儿都把队友给打死，你知道吗？你是这，你那是特别容易生气，你明白吗？另外那回我看那个，这个那人家那个专家，那医疗的那专家不都说过吗？他那个按照人那个平均寿命来说，是吧？你像那个玩猎人荒野的胡幻的那个平均的这个玩家的寿命，都要比玩无鼠屎的那个或者玩坦克世界的那个玩家寿命平均人均寿命啊要高那么10到15岁呢，你知道吗？你玩这个它舒缓身心。你玩玩屎，你都是说，你咋说呢？你经常容易把自个儿气死，你知道？都经常都是，他都容易这个，他再喷一罐这个。这是现在啊，我有很多的银币没地儿花去了，是吧？闲得撑的。你要是你们在玩的时候也可以不喷选的。这个是现代版的，是吧？以后有机会也可以大伙儿玩玩那叫啥玩意儿的，那叫啥版的？都是这个西部牛仔版的，是吧？也可以，是吧？
都是大喷子加杠杆是吧？哦，插脚领。嗯，哦，螺丝母，哦，这都是母的呀，还是母的，这是公的，走，你看这密度有多高？可惜啊，你看这么多，没有根儿，一个有根儿的都没有，这我的这么一大群，一个有根儿的都没有。难道说这个是这一波的都是叫什么野白河讨论组？那不对呀，这也疼。一般情况下啊，都应该是你最起码你也得是你把哎，这可以啊，这个值得打一下。哎，又没打对吗？完，打废了，不要。我用的是聚合物弹吗？是啊，是啊，聚合物。按说呀，这个应该是黄金。刚才这大波的罗斯福马路啊，都是这个野白河讨论组，你知道？哎，这有公的，这是罗路，这帮罗路里边有个公的，几级的？哦，四级也是黄金。这值得打一下，刚才那个熊要是打好了也是黄金，应该。这个是黄金，一般四级的这种吃草的四级以上都是黄金，等熊那种的我感觉是七级以上的，或者是赤鹿啥的也是属于那种七级以上的是黄金。你看这大堆白河又就不下来了，这太暴力了。咱都要用摄政网，哎，墙又找不出来了。今儿这网不行，操你大爷！让我把它打了，把它打了，我都下线了，它搏到这儿了，今儿都，哎嘿嘿嘿嘿，大爷，妈个逼！哎，那中，那今儿这直播都给大伙儿搏到这儿了，不是这录播啊，都给大伙儿搏到这儿了。感谢大伙收看，再见。眼看这一大群白河从身边走过，嗯。